今天是第二天哦，早安，已经是28号了，我们已经早上6点多就睡醒了，然后洗完澡，整装待发，现在差不多要下去买杯咖啡先，因为品卓这边的咖啡很出名，就想要去试试看。OK， 今天的天气不会太晒，还好，是我喜欢的。今天的天气对我来说好好啊，没有什么太阳，然后又凉凉的，那就最好了。好，我们先上二楼，因为楼下是纪念品跟一些咖啡，我们吃饱了就不去那边啦。大天哦。这边是看大自然的，
大个股哦。这是真的鱿鱼耶，它被做成标本了，好大条哦。哦，这是那时候他们抓到捐给这个博物馆，然后他们冷冻了三天就把它弄出来。我们已经在里面逛好了，就出来看看。现在下午4点多了，然后刚才下了雨就已经停了，我们就下来这边逛逛走走。
豪华套餐。我们现在出来先买一点小吃。我不是九点四，我要拍照，也拍不了。很多人啊。变色，不辣了。香不香？香不香？我们现在不敢用 lift 下来，我们就是走这个楼梯，但是有闻到一点烟的味道哦。敢装啊你，敢装啊！现在大家都用楼梯在逃生，好紧张啊！推销，大家买。哦 ，Thank you。不要啊！我要看看到底是什么结果，一下先。大家全部都下来了。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不过总共有4辆吧，好像是。那4辆这么多吗？如果是彩排的话。然后大家已经下来，在这边等了，集合了。后面还有2辆这边。哦，收到了，原来是假的彩排罢了。本来想要去回楼上上个厕所的，给他吓一下，我是想要上厕所的。结果又这么多人搭电梯，我又不想上了。然后现在我们直接出去买东西，买水呀，矿泉水，因为喝到完了。